玫瑰香水，滚珠瓶啊！赶快让我闻。天哪，他很喜欢玫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不喜欢玫瑰？喜欢啊！我怎么没有这一罐？你怎么没有给我？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一罐？真是那个味道很好闻。哎，我也是，真的好闻了。哎，我好喜欢这个味道、哦，我也好喜欢哦。这不是那种香精那种什么的，这味道太高级了吧？玫瑰体香的感觉。这味道很贵耶，嗯、这味道很贵，这味道很贵。哎，我只会说这种很听到的话，就是、这味道很贵，很贵耶。其实就是那个纯露含有机的那个味道，然后非常的清香哦，这太好闻了吧。对，哎，它真的让我想到我每次我这个以后坐飞机，我可能全程会拿在手上。我每次闻古堡的东西，我都觉得我回到小时候哎。就是他就是觉得就是真的很放松，就是古堡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很放松。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这么香哎、欸！我告诉大家，你买了绝对不会后悔。就这样，介绍结束。